一开。Hello， 干球 ，Hello， 陈先生，大家好。今天等一下会有很重要的事情哦，是什么事情呢？花花哥 ，Hello。等一下会卖九月的声血，哎，不是声血，那个九月的演唱会票。阿基拉 ，Hello， 小白同学 ，Hello， 面包超人 ，Hello。Hello， 吉包尼，こんにちは。是不是会有红包？枪，对吗？妈要的红包。哦，哎，这是什么？用扇？这是什么？这怎么用？哦，是这样子哦，搞错了。抢票，抢票，大家加油！抢票，抢票。妈呀，晚安，情人节快乐！跟羽苗出去玩了吗？没有哎，我今天睡到中下午，快两点。喜乐姑妈 ，Hello。终于有类似公演的表演，对啊，而且有四场。你要弄什么？没事没事没事，我刚刚搞错了。上次直播我睡着了，没有来看。没事，可所以你错过我的水手服了，对吧？大元帅 ，hello。小任 ，hello。最爱买的大本人，你变成大本人了。梁毅，什么？梁毅 ，hello， 梁毅。蛮好知道一场要多久吗？一小时？我也不知道哎，我就是。全部内容我们所有成员都不知道吧，现在还不知道，因为上个礼拜没有训练。哎，是吗？对啊，上个礼拜都没有训练，现在训练的都是去上海的那几位而已，我们都没有练习，所以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苏琪哥哥有没什么马友今天跟羽苗。没有哎，没有哎。今天好像昨天晚上羽苗思雨有密我说今天要去哪里吗，然后我就结果睡着了，因为他你知道他几点睡觉吗？他早上四五点才会去睡觉哦，我怎么可能还醒着，我已经做梦了，那时候我已经做梦了。 Hello 南岩老家，谢谢你的冷色医院棒。妈都今天七夕要来九一的告白，麦ちゃん大好き，可愛い，シロクマ，ありがとう。我是你说的假大本人呢、啊？地瓜酥 ，Hello。你们只有练歌舞这样吗？我们，哎，我们好像两个礼拜都没有去练习呢。Marty，Hello， 光 ，Hello， 李天天 ，Hello， 老张 ，Hello， 你们还有十月演唱会啊，希望你们都可以去小巨蛋，这个我不确定，真的要看上面的人。马友晚安哦 ，Marty 晚安 ，Pretty 晚安，祝马友七夕情人节快乐，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Kevin，Hello。刚好差不多，真的假的 ？Hello Cookie， 晚上好，花花 ，Hello， 毛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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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Hello， 羽苗又不乖去叫了，成为老婆的马友管他，好好好，没事，老公做什么事我都不管。Hello S， 一个啊 ，Hello， 这谁？圆 ，Hello 圆。我在跟荧幕一起过七夕，很棒啊，很棒。我也是差不多，我今天两点多起床，然后一直看日剧，我一直看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嘞，日记这样的啊，中学生日记，中学生日记，我一直看那个。等等不能抢票了，为什么等不能抢票了？八点哦。八点还有25分，大家加油！只有200个人呢，是吗？是这样吗？只有200个人哦，加油加油！露露，
他的卤肉鸡肉饭呢，看来马友真的很适合粉红色的。我在画大阪城，大阪城很难画哎，很厉害哦。不知道十月你会不会上台，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艾斯，谢谢你 ，Love you， 谢谢。QM to TMP，Hello， 大叔 ，Hello， 小蜜蜂 ，Hello。对对对，阿里米拉卡斯，阿里米拉，阿，有点，阿里阿鲁阿里姆拉卡斯米桑的演的对，好对，两百个座位对吧？艾斯，谢谢你的 Love you 哦，七夕快乐。嘿嘿，大难大，我想要画在衣服上，衣服上嘛，衣服上有那个大完成嘛，太厉害了，很期待哦。南野 ，Hello。啊，开头谢谢你的红纱线，谢谢露露，谢谢你的红纱线，谢谢你们两个，谢谢你们两位，七夕快乐，男子梦 ，Hello， 男子梦，好像感冒还没好哎，上个礼拜感冒，然后现在还没好，谢谢开头的你的红纱线 ，Hello， 麦哟，南野 ，Hello。大家等一下，记得抢票哦。ドラマあなたの番見てないの。でもさ、台湾のテレビやってないんでしょ。あなたの番。携帯で見れるの？勇哥 ，Hello， 勇哥，我不能去 mini concert， 我要去握手就，我去握手就好。哦，原来是这样子。mini concert 有四场，难得有四场呢。除了有推的本部纯约，就是因为你才买票，希望音韵给你下单，谢谢 Cookie， 我会加油的，也没有办法，怎么办？怎么办？就是对啊，就是他们决定，所以我没有办法。一颗蛋糕，小任，不然我只画高楼大厦，太单调了。也是，说的也是。勇哥，こんばんは。事前一座猴准备。チケットは争って奪わ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あ、ジョンガニさん来た。ジョンガニさんコメントでなんか、アーバンとかユーチンとか言ってたけど、さっきレイチのインスタで一番にコメントしてたね。一番にコメントして、なんだっけ、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はレイチと過ごしたいなってコメントしてたでしょ。しかも一番に見て、お。レイチファンってなった。ちゃんと見てるよ、ちゃんと見てるんだよ。当然是四强都买啊，太厉害了。重点是抢不抢得到。等我一下。夜雨一号、二号 ，Hello， 草莓酱 ，Hello， 谢谢草莓酱的鼓励，谢谢你草莓酱的 Love you。有点，我声音怪怪的。艾子，你怎么了吗？KKTB 的名字了哟。KKTB 的哪里？刚好那四天都要表演。你表演什么啊？好像你也是学跳舞的对吧？面包超人，我要看你 IG。梁毅 ，Hello。冰纸金犬 ，Hello。七夕ですね今日は。そうですね今日は。でもさ、日本と全然違うから、台湾の七夕どうやって過ごすの？水果冰 ，Hello。可可 ，Hello。気づかれた。気づいちゃった。草莓ちゃん、谢谢你的礼物哦。紫陽 ，Hello。ニワリ ，Hello。てか返し来い。返しとかそんなんじゃないって。ちゃんと見てるよって言っただけ。大叔，谢谢你的 Love you。谢谢你。谢谢 ，KKTV 是日剧对最多的 APP 啊，是哦。可是我觉得看手机看日剧有点太累。没事，今天 IG 文章太多了，只来得及回马友跟布丁的留言。哇，艾斯，你真的很贴心哦，很开心。这个那个什么专属布丁跟马友跟世雅的感觉。我在开心什么？七神仙 ，Hello， 何とかバレンタインってちょっと違う。何とかバレンタインってちょっと違う。ね、まゆちゃんももしやレイチのインスタ通知取ってて、それで一番ってバレたのか。通知は取ってないけどさ、さすがに。でも一応見るよね、みんなの。どんな人がいるのかなみたいな。へへへへ、Hello。じゃあ
我是舞者，第四层迷你公社的我有两层要表演，那么厉害哦！你是学什么样的舞蹈的？面包超人 ，KKTV 也有可以用电脑考。哦，那好像推销员，真的蛮像。那个要钱吗？不用钱。马友会不定时进人 IG 看，会啊会啊，一定会看，一定会。如果你们 po 现实动态，然后标我，我一定会去看。现在有就是工作人员们叫我们不要去按赞，对。可是我们一定会去看人，一定会一定会。人品君要阿贝拉哈的歌其实也不好画，对啊，阿贝拉哈的歌也没有什么好漂亮的。对啊，真的。乱吃店哥哥，你觉得？嗯？那你萨克达，你觉得？阴田通知什么？妈呀，晚上好 ，Hello， 阿华，谢谢你，阿华，谢谢你的荷花灯是吗？谢谢你的礼物，谢谢阿华，谢谢你阿华。我选 J-pop、K-pop， 啊，你选 J-pop 跟 K-pop， 就是也是偶像舞的那种吗？金飞鱼 ，Hello， 我也设定公开 IG， 对我也有看过哦，妈呀，有看过开。开出七张马友先写，什么马友有看到开出七张马友先写的吗？啊，你说那个一个礼拜七天的概念的吗？那个吗？是那个吗？还是别的 ？Jack， 你这样累，所以我才要加大阪城池田哥哥画好了。真的，你池田哥哥也画好了，也太厉害了。看一下，等等要抢票。对啊，还有18分钟。ビンマハロービンマアーパンはタグしなくてもストーリー見てくれるから好きなんだあそうなのそうなんだあでもジョンカニさんがうなぎ食べてたわ見たよ7月末ぐらいに怖ないなんかこんなん言ったらじゃなんかうなぎ食べたいなって思ってる時にちょうどうなぎを見てわあこれうなぎ食べてるいいなってなってた不过我 IG 没什么可以看，上个帖都是善年，七张也太卡，我二单才开出一张马友神血，一张鲜血，可是很开心哟。可是哦，那个单出单什么单出是什么？忘记怎么讲了，算了。二单一堆麻油，对吧？那个吧，二单一堆麻油。我有看。米加勒晚上好 ，Tomo Hello。对哦，要先练习啦，麻油姐姐，拜拜，面包超人，拜拜，加油。冰岛冰心 ，Hello。Jack Hello， 小任，你说什么？现在决定先画多动玻璃的 Gurigo 呢？可爱呢，人呢？吉川大川 ，Hello。怖え怖がられてもうた。どうしよう。二段没开到麻油。真的假的米加勒。怎么办没有开到麻油就是要买鲜血了哦。8月8号的。父亲节。明天开卖对吧诶什么明天开始卖8月份的鲜血针。你们要买哦 ,8 月份的我真的想要你们买。我半年前就跟你们说了，我最喜欢八月的，怎么可以不买，对吧？对吧？去开车，等会回来。好的，开车小心。土曜の牛の日やったからな、北九州でね、いいな。二单开到12张买哦，赞，12，够多。端午节倒是有开到。端午节，好以前哦。你知道 Super Girls Equal Love 吗？不知道哎，等一下查看看。还是蛮有要画 Candidolog 吗？我比较喜欢 Gurigo。一个人 ，Hello， 兰克 ，Hello。咦，终止，我会把游玩大阪元素的东西先画出来。好啊。たこ焼き英语都没有公布，还没有公布吗？哎，不是明天吗？还是昨天？不是，还是明后天？我也不知道。麦ちゃん今朝何時に寝たの？今朝じゃない。昨日はね、11時ぐらいに寝たかな。你爆雷了？真的吗？还是我搞错了？
马有七夕快乐 Mercus 还有鲜血都开卖，当天才公布，是这样吗？还是我搞错了？可是工作人员们也不会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公布，是我搞错了吧？我应该是搞错了，对不起。反正八月份的我最喜欢，所以你们买就买就对了，买就对了。悠悠带过福气的 ，Hello， 欢迎 Hello。阿奎，谢谢你的四叶草，谢谢你阿奎。先是啊，看到了。麦ちゃんとしては早すぎびっくり。そう、昨日ね遊びに行ってたから疲れて寝ちゃった。マヨ正式仕途不久，真的真的没有。就是我们上次就是我跟美玲聊天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某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成员们告诉我。就是公司会有怎么样的事情，然后就吓到，诶，真的假的？就我们成员们比你们想象的还要不知道任何事情，就像九月的演唱会的内容，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好像这个九月的演唱会的门票什么时候开始卖？是昨天还是前天公布的吧？对吧？就公布完才会知道什么时候啊。石头好，明天看到就去买。好，明天看到就去买。どこで誰と遊んでたんや？彼氏めで。彼氏啊，彼氏めちゃう。それなんて読めたっけ？彼氏め、わかるで、わかるで。その意味、彼氏っぽく言ってみたみたいな感じのやつだろ？なんて読めたっけ？なんて読めたっけ？そういうの。なんだっけ？なんだっけ？彼氏面や、そうそう彼氏面や、そうそうそう彼氏面ね、彼氏面。まあそう考えたら日本語の方が難しいよね。なんかいろんな読み方あるし。快闪活动公布的，嗯？快闪活动公布的，快闪活动是那个 Team PP 的嘛？有收到一张马友生写的，耶！你说二张的吗？既然马友这么推荐。那我要叫朋友帮我订了，耶、yeah, ！小人 ，nice 哦。日本の地名とか有永遠に読めん。ほんまそれ、ほんまそれ永遠に読まれへんし。しかもさ、大阪に阿鼻子ってあるの知ってる？面白くない？ボスンジって。中国語で読んだら面白い。フラッシュモブな天空ブード。おー、なるほどね。アスカ、谢谢你的蓝色音源版。大阪も読みにくい地名多い、そうめっちゃ多いと思う。なる中文字とか、中文字あれ中文字とかやったっけ、中文字よね多分。はあ、ボケナカさん、阿鼻子は茨城でもあるで、千葉県じゃなかったっけ、茨城なんや。谢谢ボケナカさん分享直播フラッシュモブ前两天的，对，大家有去吗？那天好像好热哦。我也想要偷偷去看他们，可是我怕被看到。我也很想要去看哦，感觉很好玩。希望 Love 修行也会有，应该没有。突然想到可以画 USJ 的环地球，USJ 是大阪的吗？原本应该不是大阪的吧？等一下，怎么这么安静的歌？綺麗売り割りとか、あ、確かに。てか綺麗売り割りって今思ったけど、なんかすごいヤンキーみたいな名前してる。すごい、なんか課長、大阪の読めない、何なんて読むんこれ、放で放出なんて読むんこれ、見たことないんやけど。有趣やん、谢谢ボケナカさんだ本沙線。包起来大家就认不出来你了，也是啦。好玩吗？快闪好玩吗？还想去，还想要参加。等一下，我要看一下。那你好可惜哟，我们会把你当粉丝的藏起来，被发现会被骂。USJ
榜的啊，是没错了，不是美国的吗？嗯，俊伟 ，Hello， よろしく，说，よろしく的な感じ，准备抢票了，十分钟前呢，要去抢票了吗？この花子やめる，很热很棒，很热很棒，好玩啊，是啊，好可爱，妈要变成男孩子去参加快闪了、啊。我很想要参加哦，可是我在美国有参加过快闪。アメリカでフラッシュモブ参加したことある。バレンタイン、あ、バレンタインじゃん。なんでバレンタインって言ったの？ボランティアって言おうとしたのにバレンタインって思った。ボランティア、公益活動的快闪。我在那个サンフランシスコ、旧金山参加过快闪。USJ はユニバーサルスタジオジャパンだよ。知ってるよ。我就不画喽，好吧。天破山，いいよいいよ，いい感じだね。先做好准备工作，也要模拟一下抢票过程。好啊好啊，バレンタイン。なんでバレンタインって言ったやろ。今日は悲しいバレンタインだわ。ずっとお家でドラマを見るっていう。主播辛苦啦，阿黄 ，Hello， 真心真。US あ、ござござ、おい、ハロー。USJ の前にジャパン対というか、アメリカの前。あ、そっか。え、でもさ、USJ ってアメリカにもなかったっけ？え、USJ って日本のものなの？ユニバーサルスタジオ、ジャパン。あ、ジャパン？え、でもジャパンなわけなくない？あ、じゃあ、アメリカのは US ってこと？ US だけ？ USA みたいな？それ USA とアメリカやん。違うくない？それじゃ。先去準備抢票了，抢完直接上课。情人节快乐！好啊好啊，大家加油抢票抢票，一定要就是抢票，然后那天要看到我。好啊 ，Ice 加油！有朋友叫我画南波神社的狮子头。何南波神社の南波神社とか行ったことあるかな？我没去过南波神社欸。ユニバーサルスタジオ自体ならアメリカ、あ、ユニバーサルスタジオだけなの？アメリカは。ユニバーサルスタジオオブアメリカみたいな感じ？樱桃猫ハロー、下课ハロー、恶魔ハロー。大家晚安。哦，感觉还是下午，还是现在下午的感觉，我睡太饱。没关系，我没打算画，哈哈。不过照片可以传给你看，好啊。打算什么时候画完？塔瓦哥 ，Hello， 塔瓦哥抢票了吗？还没，七分钟，剩七分钟，大家快去抢票，七分钟，抢到了就回来。ユニバーサルスタジオハリウッドね。あ、そっか、ハリウッドにあるんか。いいな、行きたい。あとね。フランスの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に行ってみたい。ジンジャンジンジャン。台風又来了、没有准备食物跟水。哦、台風真的要来了吗？可是我这个礼拜很忙呢。这个礼拜每天都要出门呢、怎么办？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后天吗？礼拜日、一、二、三、四、五都要出门呢、怎么办？不知道耶，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要上班。啊呢，辛苦了。俺は見に行かないから、まゆちゃんの配信見てあげるよ。かわいそうに。このなんか絵文字かわいい、なんか。みたいな。かわいすぎた。ミニコン来れないのね。でも、握手会は来れるんだよね。回恩ハロー、出門注意安全。对哦，可是，下雨就懒得出门呢。台北是明天确定要上班上课了，我明天确定要上班上课，哦，真的哦，明天最不想，明天最不想，不会了，我想赶快出拿什么什么，谢谢 BB 小公主玩蓝的蓝色音乐棒，谢谢你，谢谢你。赶快赶出来拿去给陈商印，谢谢小热。一卡 hello， 真的蛮去台湾，怎么那个了呢？蛮少有呢。上海
你们一个闹钟跟你说吗？没有要准备泡面呢。没有，就每天都要出门啊。刚好就是这几天都很闲，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然后刚好台风要来了，然后就开始忙。刚刚被淋成落汤鸡，真的假的？下雨了吗？现在下雨了。发布停班停课，当天都会出太阳，真的吗？相反的没有发布停班停课，就通常会下大雨，也会真的会这样子。我记得上学期的时候下超大，然后大学里面有一个船，一条船。上海は行きません。海外48は全く分かりません。あ、なるほどね。だから Team TP 推しになってくれてるのね。カムイン、イス、トイヘロー、ナンイエ、台北有下雨了。真的吗？我在台北都没有出门，所以我不知道外边有没有下雨。日本也有台风呢。真的哦。台风，不要来。出门要带小雨伞比较保险，对哈，小雨伞推什么换推其他成员的麻药饭？这谁？什么 ？Cookie， 你说什么？换推其他成员的麻药饭？哎，有点矛盾喽，你的名字有点矛盾喽，我会生气喽。まあ、ワンガンガン、カムイ、TTP は押してないからね。あ、TTP 全員は押してないからね。とりあえずミレイちゃんだけで。よかった、ミレイがいてくれて。ミレイに大感謝でございます。听说日本上班族台风天都是、は？都是睡公司的。真的吗？あ、可是、有的電車真的很容易停。就像 JR 那样的。很容易停。俊科吗 ？Hello， 天天 Hello， 日本台风应该比台湾少吧？不一定，大阪我觉得很少，因为日本没有台风假，台风天一样要上班，是吗？可是我学生的国中、国小的时候还是会有停课，还有三分钟，还有两分钟，大家去抢票，是赢吗？好像。科哦，一科两科的科哦，是影哦，谢谢你。ミレちゃん見つけるの頼むもだいぶ偶然なんだよね。どういう経歴で見つけたの？告白？哎，什么？国大使小易 ，Hello。香眼又失败了，不记得换大头照，不行啊 ，Cookie， 你这样不行。让我生气气，有停课没停班啊？哦，日本的上班族真的很辛苦哦。我不想要在日本上班了。今日除了台风天以外，也常常因为精心结果停。对，会，那个很好像真的很会停。抢票先暂停一下，等等回来报告。好啊，卡乔加油。剩一分钟，よくぞミレイちゃんとの出会いを聞いてくれましたね。聞きますとも。30分かかるぐらい、あ、いいよ。ゆっくり話して。一分不到。大家抢票加油。9月のコンサートのチケット発売があと30秒ぐらいで始まりますので、大家加油。JR が地铁不能都停。这样我就不能上班了。对吼，你在梅田上班，你就在天丸寺那边。日本上班族应该很累吧，压力很大。没有。我来陪麻友，谢谢南爷。南爷抢不用抢票了吗？开麦了，八点了，大家，各位。まあ簡単に言えば SR で、あ、ショールームで星集めしてた時に、偶然ハネニャンのルームに入ったのよね。ミニコンサートの箱、よさげなとこやね。どこやったっけなんでこんなに知らないんだろうね。我也不用抢。
叫朋友去帮忙站台，叫朋友去帮忙站台，但你要举麻油哦。勝利懐かしい。华山华华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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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どこ？そしたらチーム TP だから、だんだん中国語、あ、だんだんって言っちゃった。当然中国語喋ってると思ってたら日本語喋ってたわけよ。まあね、ソシエちゃんもね、うまいもんね日本語。超级神推麻友的冲什么黑冲甲，是也是 cookie 吧，不是吗？有黑这个字就是 cookie 啦，好可爱哦。超级神推的麻友的 cookie， 谢谢。我在想只在他那边，哈哈，他应该会举麻油，真的吗？小人很开心，那时候会对他挥挥手的。そうそうそう、したら適当にコメントしてたらミレちゃんの反応が面白かったの。あ、そ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どういうこと？ソシュちゃんのなんか猫の毛がすごい。ソシュちゃんのショールームでコメントしてたらミレがコメント返してきたと。なるほどね。我很提醒他。我会提醒他。好啊好啊。Why you gonna stay the night? ジョンカニカニね。めっちゃ前の話よね。じゃあもう1年。1年前だよ。早っ。早い。1年だって9月1日って、シファンイエと、そうだよね。1年前よ、もう。早っ。给你提到我的名字的风格，好可爱哦！你抢完了四张，真的假的？阿华，四天了吗？阿华，你太厉害了，恭喜你，恭喜你，我替你开心。阿华赞哦，赞哦，阿华好厉害，真的超厉害的。Gonna stay tonight， 那那他们。音乐有公布内容吗？还是没有？两张抢完，两张是你说礼拜六跟礼拜日吗？还是礼拜六跟礼拜六，礼拜日跟礼拜日？太厉害，阿奎，你是去两场，同一个吗？还是不同？我对不起马友，对不起彩文，你不要告诉我。超级神推麻友的 cookie， 谢谢你的啾啾。南也来了 ，QQ hello， 兰克 hello， 中间的 ticket 的抽签じゃない，抽签じゃない还蒙个字难看的，多分。开头来了，开头买到了吗？抢到票了吗？天天谢谢你的初心者坤叔，谢谢你买到921的了。可以看到吗？有开心啦，大叔，谢谢你，大叔，谢谢，很开心哦，我们21号见面。嗯，卡球四场都蛮好的，卡球你也太厉害了吧！带着去付款，也太厉害了吧！大家真的很厉害，都买到了，替你们开心。大 B hello， 买到了吗？买票了，开心。みんな楽しそう，そんな顔しないで。吉川 hello， 托比 hello， 次四枪会被女朋友杀死，可是你女朋友也很大方哦。みんな楽しそう，大家抢票加油，我求气，比如说没抢到啊，天天你没抢到吗？本来是想要去哪一天的，没抢到票，可是可以买到四场的都很厉害。太厉害了吧！所以卖完了吗？门票都卖完了吗？还没吧？还五分钟嘞 ！Gigas 来了，你刚刚买票对吧？你刚刚在买票对吧 ？Hello 师叶师，我知道易吧？叶师易吗 ？Hello。大家买了，市场搞定了，厉害了，手气有点差，晕是晕吗？晕哦，是晕哦，我
我刚刚很有自信的说，对的话喽，我再想一下，想一下，我买好了，没票，没那个，没错，买好了吗？两天吗？まあ僕がライブ見に行くのはもうちょっとパフォーマンス磨いてからだけだな。負け惜しみ。パフォーマンス？あ、ジョンカニさん自体のってこと？这次不算的买，我买的时候还有180个位置以上，那么多？是哦，因为200个啊，然后市场就是有800票，对吧？800张。大家辛苦啦，僕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なに電脳め。かわよい、かわよい。ボディ就是ハロユーハオ。14胜81，14胜81哦，是多吗？还是没有很多？我不知道哎。22号是65张，两天能见麦能见到玛雅的机会都要把握。那么可爱，那么可爱。一条街的僕 AKB の公演一個全通しできるか、すごい。じゃあ TTB も頑張ろう、頑張ろうとか言って、頑張ってください。21号剩93，大家去買、大家去買。ジョンカニさん、14日と21日まで残ってるってチケット。だからみたいな。总共200张，算快吧。市场都卖好，买好了。台湾哥，那我们可以见面了。嘻嘻嘻嘻，好开心哟、哦、！Kevin 当和球，陈阿华，その時セブで旅行、いいなセブ島行きた、セブ島行きた。で焼けガニになるんでしょ、焼けガニに。焼けガニガニになっちゃう。セブ島行きた。我来问一下我朋友买几张。哎呦，南店呢？下个要担心的就是抽位置了，哦，抽位置，还有抽位置，哎，200个也没有那么多吧，就是算后面也看得到吧。可是听说食べようとする，食べていいですか？我抢到一张21号的，哎，真的吗？21号是我的嘞，是吗？对，21号是我的，什么东西掉了？那个模特瓶的盖子，花生糖 ，Hello， 市场加起来比小巨蛋特一区便宜，也很划算，很划算吗？可是哦，也是哈、哦，可以去4天。食べたら見れちゃんが楽しむやん。大丈夫、ちゃんと殻の部分だけ残しといて、ジョンカニカニって分かるようにしとくから。谢谢花生糖的可爱和海龟。谢谢你们。你们今天有去哪里吗？可是现在有下雨，没有要去哪里吗？天天，谢谢你的小心小滚手，谢谢你。天天的是眼睛吗？眼睛的睫毛是吗？睫毛跟眼泪是吗？你的大头角。谢谢阿华的可爱海龟，谢谢阿华。今日は学校行って、その後別の学校行きました。なんで？なんで？今天在家休息。妈有8月24号要去上海表演吗？没有哎、欸，如果能去上海表演多开心，可是我没有。上海哎、欸，去上海的人是多少个人？忘记了，又忘记了。メリンラブ小心、チャンハロー研究室が2つあるから。ねえねえ、何をしてるの？何をしてるの？何をしてる人なの？気になるなる。TP2 バーラン、对、TP2 バーラン。どうや。よーし、应该是5年内会有机会的啦。5年内，没有10年内，应该会有机会可以去上海的啦。博士学生です。博士学生？博士学生って何？
他告诉妈妈上海行中没有马友，有阿布，对，有阿布散呢、啊、每一团都是出发人，10年後のメイちゃんも40歳なんでやねん、なんでそんな老けてんねん、私まだ20歳やわ、でももうすぐ21歳になるんよ。博士になるために今は頑張って研究してるの。へえ、何の博士になるの。没麻友我就不去了，天天你那么可爱，那么可爱。下一次的 IGF Festival 麻友一定可以去，希望啦，希望啦。娟姐 Hello， 买票了吗？娟姐买票了吗？人工知能 AI 的子。AI 最近怖いっていうよね、なんかもう人間起こすみたいな、それを作ってるってこと、 AI 博士ってこと、あ、ロボット博士みたいな、すごい。晚安ジュンジエ、すごい AI 作ってるの、すごい。マユ AI 作ってほしい、そしてなんかもう掃除とか料理とか全部してほしいもん。ケンクス、谢谢你的救你哟。谢谢。谢谢。什么不管不要管那个现阶段，就是不断充实自己。好的。好的。买完彩哥按来见，麻油两场都买了。都买好了。嘿嘿，很开心哦。这样子，哇，好厉害！九月可以见面三次嘞，至少三次了。应该下次来台湾，这样蛮有可以上了。好，それただの家事ロボット，家事ロボット。今天想救救麻友，给你。什么 ？ice 来了，我也买了，好紧张。看完路挂掉，说好的每一餐都要去，开心开心开心，去好去嘛，买完票回来报个平安，有一场填最喜欢的吗？哇，可以填名字哦，可以填名字哦，你们要填马友这个名字吗？有吗？确定有吗？确定有吗？你们要帮我填个马友这个名字哦。でも TTP ミニコン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し成長したよね。まあね、でも9月だけで終わらなかったらいいけどね。10月も11月も12月も1月も2月もね、あったら嬉しいな。填好了害羞。你说填好马友吗？可以填最喜欢的成员。君姐，你填谁？我故意问你，要填哪枪最喜欢的成员？君姐，我也买好了，每一次活动都有这题，真的、哦。定期公演できるようにね、ミニコンちゃんと成功させないとね、ね、頑張ります。意外顺利，填成员可能是可以抽纸笔，是吗？なんで俺がこんな真面目な話してんねん。確かにね、ジョンカニカには全然真面目なイメージがなかったから、 AI 作ってるって聞いてびっくりした。我每次都填同一位成員の、真的吗？那是谁？我想听，一想填麻友，一想填布丁。耶，アイス你好棒哦，キャラ崩壊しとるわ。我没在意，只顾抢票了。太喜欢麻友，结果填了四个麻友，四个麻友。安贵仔，そもそもどんなイメージやったん？な、15歳。15歳のイメージ。强内森，一真的。Hello， 安贵仔，谢谢你的玫瑰。谢谢阿扁，谢谢你的玫瑰。谢谢你们的礼物。
有麻友就好就好，我放心，天天谢谢。好，要去上课了，麻友爸爸，谢谢你告诉我一件好的消息。那我们那天见喽，爱死，开心。阿娜贝尔 ，Hello。枫叶，谢谢你，夜诗。等一下，我刚刚学好了，圆对吧？是吗？圆吗？圆吧。夜诗远，谢谢你的枫叶。最喜欢成员名字是四个字的哦，四个字，四个字好像只有两个人呢。小三美的灵感陈锦麦哦，嘿嘿嘿嘿。クッキーにシャオさんも実は余裕で年上年下やからって舐めてた。普通で余裕で、でもこのだって私15歳で AI なんか作れるわけないよ。天天シュシュに的蓝色姻缘伴。え、何？小山言うと思った。小山ミレイ、あ、是云吗？妈云是云哦。哦，对不起，叶诗云，我绕你十次。叶诗云，叶诗云，叶诗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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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会错，之后绝对不会讲错。坤坤 ，Hello， 季风凉 ，Hello， 坤坤，谢谢你的蓝色音乐伴。什么？谢谢你吗？有他买梅林哟，你看什么？方凉，谢谢你的四叶草，我看到一拍什么乌鸦飞过去，谢谢天天追踪我，有点害羞，害羞了吗？君杰，你刚刚跟我回我了吗？当然是最喜欢的藤井麻友，好开心哦！我今天可以做好梦。我跟你说，我昨天又有了鬼压床，鬼压床，太丑了，这首歌。鬼压床，大家有体验过鬼压床吗？经验过鬼压床的人举手。故意气麻友的恶魔哥哥，麻友今天可以好好睡了。鬼压床，对，鬼压床超害怕的耶。金縛り，そう、また金縛りってやばくない？最近ちょっと。Hello， 高桥晨，高橋真琴さん 。Hello， 有常常被压的我怎么办？常常被压的吗？会有那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吗？他们谢谢你的荷花灯吗？那晚上好，晚上安。疲れてるよ多分。ほんまに？それだけかな？それだけやったらいいけどさ。なんてだってさ、前は半年前に一回鳴って、その時はすっごく怖かったな。しかも10分ぐらい続いて、で怖かったんやけど。今回昨日もう5分ぐらい目は開いてるけど動けないってなってた。会不会是谁？我是过敏体质，过敏体质。但是狂骂脏话就没事。真的吗？早两年经常鬼压床，后来发现原因是什么？没拎压床就有。Hello， 小宝贝，会不会是空邦万这个是暗卡？嗯，这个蛮好吃，香蕉压压什么？这个月的会比较恐怖。对，花硕那一题其实可以填枯树成员吧？啊，是吗？一直按错。马友有太魅力，连阿飘都喜欢。可我是哪个色鬼？过敏体质就是很容易被鬼骚扰，是这样吗？真的吗？玛雅的粉丝不管阴阳两界，
不，那不要这样子，是我压的，是你压的，那就千万不要再压了，别太恐怖。趁下课 ，OLED OKK， 敏感还是敏感？我以为是过敏，敏感的。哦，真的吗？哦，那结果可搞的，奶奶半年前。我第一次鬼压床的时候就最恐怖，我觉得一个人 我自己也不想要讲，就是我梦到一个女生就是在我后面一直跟我讲话，可是我不知道她在讲什么，然后我想要回头看，可是我没有办法动，然后就是眼睛想要张开可是也没有办法张开，这样子是半年前了，然后就是可能十分钟后才可以动起来这样。然后后来昨天嘛前天吗？我睡太久，不知道是前天还是昨天。然后昨天是梦到又是一个女生，我梦到一个女生，然后就是我对她很不爽，然后我就想要打她，想要打她，可是没有办法动。可是我看到墙壁，我是张开眼睛，可是没有办法动这样，然后就流汗都汗这样，超可怕，对吧？不是男生是女生，要不要去拜拜？我在想，即使是噩梦，可能进到迷失层，超级不敏感，从来没遇过，真的吗？怖いべ、怖いべ。悲しばりやったことないからどんな感じ？不可能了嘛，要不要想太多，放空，好，好可怕，对吧？算了，果干，今天我是睡太久，手麻了，反不过来，有可能，也有可能，我睡太久了，有那么冒冷汗，嗯，对啊，真的很可怕，可能还好起床了就有麻薯，觉得没事，就是所以不想要一个人住啊，那就觉得有点可怕。まあただの悪夢だったらいいよね。でもさ、体が動けないってこうなるのがすごい怖いよね、やっぱ。え、什么？前有一天到底睡多久？没事的时候，就真的没有事情可以做的时候，可能睡12个小时左右。就是没有睡姿不好的关系，是这样吗？跟美玲一样，欸，跟美玲一起住嘛。嗯，张发法开播，蔡依柔开播，柏林开播，蔡仁恩开播，那么多人在直播，心口压着也会不能动。哦，麻薯会陪你的，对。一回お化けと遭遇して話してみたいんだよね。でもなんかロボットでできそう。そういうロボット作って。真的有的话，麻薯应该会一直叫才对。也是，どうせ僕生命保険かけられてる、かけてるから殺されたらお金、殺されたらお金もらえるって言うけどさ、死んじゃったらそのお金はジョンカニさんのものじゃないよ。我只知道藤井麻友开播。我曾经梦过蔡大狗把我杀了，我吓了，最后失眠了。真的假的？失眠了。なんでやねんそれ、ただのお化け屋敷や。不过自己住真的要注意安全。对，而且我就是有傻傻的地方，所以我就害怕如果自己住有点没有很安全。王博生一哭案买好回来了，买几天的？几号的？要其他人也看完你才看。我们没你不要怕，好啊。四天，真的假的？那我们也可以见面喽。为什么今天有点暗暗的？还是我的眼灯的问题吗？灯不够亮，是这样吗？好吧。嗯。麻友怕吓到狗吗？会啊，我怕鬼啊。怕的话就大喊我要吃麻友。哦，什么？我要吃麻友饭。大喊我要吃麻友饭，有什么什么？
昔ミレちゃんが村で配信してた時に後ろのカーテンに私人影うそやんそんな怖いこと言わんとってや希望可以抽到近一些的位置哦还要抽奖哦还要抽位置哦是抽的吗刚才下单的什么下单的时候有发生错误什么错误我最不敢看的鬼片就是杀到那样的怪人啊麻烦饭就来也太可爱了吧好的那我下次我害怕的时候我就大喊麻药饭我要吃麻药饭然后你们就会在我面前对吧 Hello 羊麻卢布 Hello 陈很久以前的事真的假的跟麻友去看 NMB 公演一样有进程有哦顺序哦原来这样子下次大人把麻友吃了就不怕鬼把麻友吃麻友被吃我明天我跟思雨一起去吃饭晚餐刚好可以见面我跟大家约好一起去吃饭抽選入場なのか200人でもナンバ劇場ぐらいやないかなそうよねそれぐらいよねなんかしかもスタッフの人が今回はすごく近いですよって言ってた工作人員跟我说这一次的这什么演唱会ミニコンサート的位置啊就前面最前面的是粉丝们跟成员是非常非常近听说了麻油太好吃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好吃哦へえ、行かないからどうでもいい。でも、握手会の方が近いよ。欧阳、欧阳、ハロー、欧阳。水、阿水、ハロー。这次要抽 NMV9、9周年的。什么时候有？跟握手会一样近吗？有可能哦。有可能哦，听说真的非常近哦。听说，所以我害怕。近一点，我表演的时候会很害羞。好热哦。Hello， 面包超人麻友姐姐，帮我解题。好啊，怎么了？对啊九周年好快希望也可以看到 TeamTP 的周年活动。周年活动快了快了九月吧九月不是周年吗一周年。潔癖症なんで他人の手触れないんですよね。本当じゃあアイドルどうするのアイドルと握手するときは別の話22号的快卖完了，剩十几张哦，所以还有票哦。是哦，500日元是多少台币？500日元是多少台币？等一下，120吗？120、130左右对吧？是吗？差不多4倍，所以对啊，150，现在大概150，对，是啊。现在那么好汇率那么好我要赶快去赶快去换钱了ポニーテール500円とコンビニのお弁当買えるよ500円弁当あるよちゃんと现在汇率 0.3 啊所以台币换成日币的话就不好啊可是日币换成台币的话很好啊嘿嘿那就很便宜问题解决了吗握手しないのに握手買いに行くの？我也害怕。大近的话，万一前面不是麻友就看不到麻友了，也是哈，不行啊，这样不行啊，那你最好坐最后面了。日币涨很凶，很开心啊，很开心啊，因为円高困る。あ、そうね。え、なんで？なんで困るの？日本円を台湾ドルに変えようと思ったらすごいいい感じじゃない？
还有 NMB 和 HKT 要选哪一个 ？NMB 呢？当然是 NMB 啊，因为我是来自大阪呐、啊。想去日本旅游就变贵了，对，就变贵了。三分でも安くて500円、超えへんよ。サラダ弁当みたいな324円。サラダか、それサラダ弁当って言うのか、サラダパスタみたいな。いいな。日本のコンビニに来て。行きて、日本のコンビニに行きて。だって日本に住んでるから円に変えなきゃやん。円に変え、あ、そっか、円に変える、円に変えるってもともと円やん、円やん、もともと円やん。 HKT 是美林的都在九州。对，最近就是被贵到只真的只能餐コンビニ。コンビニでもそんなに安くないよね。あれ行ったらいいやん、サイゼ。サイゼが一番安いよ。入ってくるお金が円じゃないの。そうなの？入ってくるお金円じゃないの？あ、そう、だから中国語話せるの。パパ女人很会丢。真的吗？ほんまに？提醒我汇率。对啊，我明天，好像上个礼拜也有去换钱，那时候涨了一点点，就刚好汇率很好。我来台湾之后才会考虑那种外汇汇率之类的东西。サイゼでペペロンチーノダブルサイズしか食べん。あ、でもあれ美味しいやん、ミラノ風ドリア。何やったっけ、忘れた。ミラノドリア、ミラノンドリアンみたいな。ミラノ、なんて言うんだっけ、あのご飯。ミラノ、忘れたけど、そのドリアンみたいなのが美味しい。換钱好麻烦。あとお金の余裕あったらミラノ、あ、そうミラノ風ドリアン、それそれ。会雕塑很多来自 NMB 是吗？是这样吗？コンビニ的食物也不差了，就是微波食品不要常吃。对，这样日本的便利商店的东西真的很好吃。ミラノ、ミラノフンドリア確かにまずそう。不是说ミラノフンドリアは。对，也不介意跟麻友换吗？这样小手续费。没有啊，我在手续费就1000块，一次换钱1000块。马友银行在这，谁想要换钱就来换钱啊！我跟你拿1000块的手续费。ヤマルブハロー，最好我想要大阪和福冈都去，先去大阪。好啊，大阪好玩呢，可是现在好热哦。1000手续费算便宜吗？算便宜吧。我今天就买洛神的明太子饭团蛋白哦，我也喜欢，我也超喜欢。你们喜欢哪一？哎，我等洛神，洛神的明太子那个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よね。わかる、めっちゃ。你喜欢什么口味的饭团？我最喜欢明太子，からし明太子，からし明太子味一番好き。めいちゃんの ATM にはなりたくない。なんかさ、こういう曲作ったじゃない。めいちゃんの、まゆの ATM にはなりたくないみたいな。一千我跟まゆ换。まゆ来我、まゆ来找我换。那汇率多好。ツナマヨしか食べ、あー、ツナマヨも好き。からし明太子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よね、ほんまに。ジュンジュンも好き？そう。现在最高温都在35度，好热哦。明太子跟鲑鱼蓝的，我最喜欢啊，跟我一样，真的跟我一样，完全跟我一样。可是你知道台湾的 Seven 前阵子有卖那个吧？ココイチのカレーのカツサンドイッチのおにぎりバージョン、なんだっけあれ？ココイチガリーファンのなんかここ一番や、ココイチのおにぎり、セブンな、セブン卖的那个ココイチの饭团、谁有吃过？那个很好吃，鲑鱼也好吃。どういう曲やね、めいちゃんの ATM、愛情と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を恋愛。ねえ、ジョンカニさんは作詞家になるべきやと思う。
なんかすごい才能ありそう。AKB の秋元さんの次に行きましょう。秋元さん。どんな与饭团是什么？愛情というキャッシュカードでね。なんか私ねめっちゃこの好き、それその曲作って私のために。最近日币汇率好高，对啊，好高，好开心。ここ一番やだ、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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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大阪从哎在大阪吃到明太子就爱上了。对呀、啊、对呀、啊、很好吃对吧，超好吃。一回曲書いたこと、え、マジで？すごいね。什么妈妈会做盐巴饭团吗？我的妈妈吗？会啊，我还是最喜欢妈妈做的那种呢，盐饭团，超好吃。为什么觉得很好吃？盐味的就很素，没有什么东西，可是觉得超好吃。最低温27，其实也很热，要来的可以参考最近的天气。没有啦，没有要回去大阪，去什么吃哪吧？啊，吃哪呢？へえ、スタートラインってタイトル。でも歌詞とかもうせ、へえ、すごい。うん、一番嫌だファントンよ、ま、弱い弱い。ココイチのね、サンドイッチとおにぎりが売ってるの。で、サンドイッチはめっちゃ美味しくて、ね、あ、サンドイッチも美味しいし、ファントンも美味しい。梅子饭团其实也很棒，有时候还是想要选梅子的，可是最近都选明太子。台湾的盐巴是不是比日本的难吃？我也觉得日本的比较好吃。买有要回来，可能要等过年或寒假了吧？对啊，嗯，ココイチとか高すぎてあんまいかん。高いっけ？あ、でもね、前はハーフサイズしか頼まんからそんなに高くないかも。コンブダス？え、こ。ね、もう本当無理、本当に中国語と日本語無理。昆布的也很好吃。昆布のおにぎり？小乐你在说什么？昆布のおにぎり何？昆布おにぎり？あ、わかった。昆布おにぎり、あ、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わ、めっちゃやば。めっちゃ昆布おにぎり食べた。昆布おにぎりの口になってる今。もはや昆布。あ、すごい昆布の味がする。昆布食べたい。昆布が食べたいです。あー、昆布が食べたい。めっちゃ昆布味今口の中。谁可以帮我买昆布味道口味的饭团？有人跟我说他喜欢吃昆布口味的饭团，然后让我想到那个味道啊，很想吃哦。天哪，你有吃鬼什么？小叮当和麦有整个兴奋的做日本早餐都买啊，对，饭团加上果子。那你爱吃麦有发动？你有吃过饭团糊糊不糊？没有吃过耶，早餐之前都吃松。早餐吃之前就吃松菇，也吃好多耶。吃松菇就会很饱啊。然后再吃早餐吗？マヨ劇場始まり始まり。昆布食べたい。Hello 仙女。日本的吃没那么浓味，还要吃点。对啊，超好吃的。公司又不准寄食物。对吼对吼。食べたい。お母さんに頼もう。昆布おにぎりを送ってください。Miracles， 我在新潟吃到昆布饭团。好吃到对吧？超好吃对吧？哦天哪，我很想要吃哦，超想吃。最近 YouTube 的動画で昆布だしとってる。昆布だしとはちょっと違うの。昆布だしとそういうのじゃなくて、今はすごく昆布味のあのなんかもうあの味わかる？星期日决定吃昆布饭团。有吗？え、台湾有卖吗？可是台湾的昆布饭团跟台湾的不一样吧？很多人口水，我也是差一点，不然我直接寄北海道的日高昆布给你。煮一煮，自己煮，送我一个饭团，谢谢阿鬼。什么油料的？然后我吃了七个，一个都没中。七三奶奶子 ，Hello。
でも日高昆布大体残り売り残りやん。我在日本吃昆布饭团呀。哦哦哦啊，在日本吃。哦，哎，你要去日本了吗？是吗？都好吃，寿司也好吃。可是我跟你说，我昨天吃了什么？给你们猜猜，猜猜看，猜猜看，我昨天吃什么？我昨天去三井，三井あやつ、み、言えなかった。三井アウトレットパークに行ったのね、林口にあるやつ。林口にある三井アウトレットパークに行って、日本にいる気分をすっごく味わって、最終的に何を食べたでしょうか？还没吃晚餐，一进来就听到饭团。对不起，我也还没吃。範囲広すぎ。ヒント？日本のもの。ヒントは、有林口有林口那个三井里面的餐厅。然后还有是日本的。お寿司、ブブ、猪排、ブブ、カツ丼、ブブ、こんばんは。九月过得好充实，觉不觉得？卤肉饭，卤肉饭不是日本的，好吧？已经吃过了，可是想吃宵夜，我很想要吃甜不辣哦。不行，明天要拍手，不行吃。金子猪排没有。ご飯なのか麺類？ご飯でも麺類でもない。休息一下哦，不是 TKG 的呢 ？TKG 啊，卵かけご飯呢？不是，算了算了，真的假的？你们真的很。本当当たらないものね。大阪烧，哇，すごい，すごい，中華さん、さすがし。そう、大阪烧，我昨天吃風月的大阪烧。そう、しかもさ、聞いて、大阪で風月に行ったことないんよ。鶴橋風月みたいな。大阪で行ったことなくて、しかもこの前大阪にも帰ったけど、大阪で食べず、台湾に帰ってきたから風月に行って食べるっていうね。さすが心通じてるね。あ、これって心通じてるじゃないか。これ見とけよみたいな感じだね。パイソ、明天要パイソで風月行ったわ。マヨ有用台湾的鸡蛋吃过 TKG 吗？没有哎，有点可以相信吗？可以相信台湾的鸡蛋吗？明天为什么要拍手啊？拍手不是拍摄。風月あるの？風月あるの？風月就是比较爱広島焼き。啊，你真的是假的大阪人呢！你真的是假的大阪人，不可以在大阪人的面前说喜欢 Hiroshima Yaki 哦。票买好了哦，看欧大买了没？我不知道哎，他今天刚好没有来。Mia， Hello， 我工作也太棒了，嘿嘿。对我。上次回去大阪的时候都没有吃大阪烧，而且我之前在大阪的时候也没有去过枫叶，结果我在台湾去第一次去枫叶吃大阪烧，也蛮好吃的了。大阪人はお好み焼きとご飯一緒に食べるやろ？食べへんよ。あ、食べるんかもしれんけど、私は食べへん。多すぎるわ。ちょっとそれは。広島焼き在意？不行，你们真的不是大阪人。哎，对吼，你们不是大阪人。可是其实我也比较喜欢 Monjacky， 其实最假的就是我，我喜欢 Monjacky。我吃过隔天拉肚子，日本的蛋能吃？啊，只有日本的吗？哦，真的假的？那么可怕哦！鸡蛋糕，给蛋糕，哎，鸡蛋糕，鸡蛋糕，啥？嗯，我早说过罗哈哈麻油跟人假的。炭水化物そう、炭水化物もんじゃ東京さん。大阪弁还没吃过蚊子烧呢。蚊子烧什么？あ、もんじゃ焼き。じゃもんじゃ焼きはほんまに美味しいから、ほんまに食べてほしい。しかももんじゃ焼きの中にベビースターラーメンが入ってるんやけど、それがほんまに美味しいね。あとなんか明太子餅チーズもんじゃ焼きみたいな、プラスアルファでベビースターラーメンを突入すると、突入日本語がやばい。投入するともうパーフェクトウェイだよ、ウェイだ、ウェイダオだよね、本当に。月島が一番有名よね。もう、あ、みんな言うけど月島で食べたことないよね。ただ食べたことあるの大阪にある桃汁だけ。我们的秘密不要让其他日本人知道。嘘。
去。台湾的蛋有真的吗？日本的香香的蚊子烧，トッピングね。そう，日本的蚊子烧会加那些零食嘛，就是饼干，会加饼干，那超好吃的，会有更好吃的味道。那个我最喜欢的蚊子烧是明太子麻薯，然后再加上 baby star ramen 这一个饼干。今天有来自中国的同事问我天津饭是什么？天津饭是什么？天津饭不是中国的吗？蚊子烧，对，听起来也太好吃，不是蚊子烧吗？蚊子，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了，是蚊子啊，是蚊子烧，不是蚊子烧，太可怕了，张老烧，接下来是蚊子烧。哈娜，谢谢你接中我哦，神经蛮有做的，蚊子啦，是蚊子啦，啊，好谢谢天性港，说安哥给我很的呢，我喜呢。文字会飞，文字阿伦，谢谢阿伦仔吗？谢谢你追踪我，吃的我插不上嘴，口水直流。米酱嘞 ，Hello， 蚊子觉得太，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带他去吃，他就知道了。なんでこんな時間に食べ物の話するね？こっちこっちまだ9時やもん。全然まだ食べていい時間よ。あーやばめっちゃもんじゃ焼き食べたいけどもんじゃ焼きとか一人で作られへんからどうしよう。お腹空いてきたよね。あー我好想要吃东西我怎么办我超想要吃蚊子烧。明年下期马友可以卖章鱼烧跟蚊子烧。对，夏日祭典，我希望可以卖东西给大家吃。なんで？ケナガさん、天津飯是日本的，台湾拉面是名古屋的。そうなの？天津飯って日本のやつなの？へえ、そうなんや。天津飯って中国の料理やと思ってた。台湾ラーメンも名古屋なんだ。へえ、そうなんや。もんじゃ焼きとか鉄板あればいい。ちゃうよ、なんかこうシ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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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たいなさ、シ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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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たいなするやんみんな。あれがもう疲れそうやん。有人肚子饿了吗？那我们换话题。那也初めて来ました。阿伦仔，是阿伦仔吗？是吗？阿伦仔，你也喜欢？不是啊，这个是少，让我按错了。等一下，阿伦仔是两个男生跟女生的大头照的。Hello， 初次见面，你会讲日文哦？我来自大阪。我们聊喝的饮料差不多。台湾那边是名古屋的，そうなんや。ヘラヘラって何？ヘラって。沙瓦是什么？好像是日本的饮料。沙瓦でしょ？沙瓦だよ。沙瓦。カクテル ね。お酒。沙瓦就是气泡水加上酒的那一种。阿伦的会啊，你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哦？厉害哟！我叫藤井麻友，藤井麻友です。我要点一份寿司吃。大阪什么寿司最好吃？大阪什么寿司最好吃？有份吗？可是我喜欢章鱼耶，章鱼的寿司很喜欢。还有那个，ホタテガイとか好き。刚，真那个什么，忘记了。ホタテ。私の日本語はほんの少しです。じゃあ一緒に練習しましょう。最近ビールしか飲まん。ビールといえばアサヒかな。なんかさ、ノルウェーのビールでピンク色のビールみたいなのがあってさ、この前アーパンとご飯食べに行った時にそれを少しだけ飲ませていただいたらね、ビールの味が全くしなかったよ。シャワーガンシャー何シャークエイ沙葵是什么？沙 K 啊，沙 K 都是酒。沙 K 对啊，沙 K 就是酒的意思啊。沙瓦我会加可尔必斯啊，我也喜欢。马有喝过高粱啊，高粱酒、小米酒我有喝过，就是我去花莲的那个丰年祭的时候，
就是严俊明的人就是请我喝一杯小米酒，可是我没有很喜欢高粱酒，我真的不行，就闻了就不行，我有舔过。嗯，谢谢张四金，张四金青吗？谢谢你分享直播Asahi的哦，ね最近さめっちゃ CM でビールやってるよね Asahi の。あるんじゃ、愛だ無言ソーティーに酒鬼マヨネーズマーズマーサワー酒你感冒对我感冒我感冒一两个礼拜呢怎么办？卡尔比斯是日本那边传来的路是吗？卡尔比斯好像是ビールの CM は年がら年中やってる。なんか最近のなんかビールの CM がすっごい美味しそうでそう便利商店的何招信有试过吗？没有烧过去的呢，烧过去我觉得味道很香，可是我不敢喝。ピックル？ピックル？ピックル懐かしい。喜欢可尔比斯？可尔比斯苏打？啊，可尔比斯苏打呢？但台湾买不到，真的假的？本当に？啊，確かに可尔比斯苏打売ってないわ。カルピスは日本の会社。カルピス应该是乳酸飲料哦。都喝温水。好、阿鲁仔、你好贴心哦。レイちゃん、大人だね。そうなの、一応ね。一応ね。二十歳超えてるの。まあ、没事吧。我记得你之前才感冒。是真的。我之前才感冒、然后好了、然后又感冒。明明就没有出什么事、然后天天睡觉。还是会感冒。めいちゃんお酒強く、全然強くないの、それが。全然強くないの。みや、谢谢你追踪我。感冒喝酒就会好了啊。喝酒烧乳。可是我的同学真的是这样呢。他就是感冒然后发烧38度左右。然后他就喝了一杯酒然后隔天就好。我就觉得好厉害。アルコール消毒。好像时间快到了。对，还有八分钟。好快哦，真的好快。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有不一样的东西？像情人节，所以我买了一个爱心的戒指，可爱吧？我喜欢饰品，新的戒指对小人，没错，你是齐青哦，你是齐青，对，有点久没有来看你。而且你起清就是改变名字，所以我认不出是你，对不起起清。そっか、ドハップンでミレちゃんの配信始まる。そうだよ、後で見に行こう、ミレの配信一緒に行こう。いつもね、このパティンやもんね。ジョンカニと私が一緒にミレに会いに行きます。对、戒指自己买的。感冒吃药、多休息、喝酒不好。好，我也不会喝酒的啦，但没有改名的，他有改名吧？被云爵才智的，等等下播好好休息。好，再改名你过的，一代哦，米莲都一代哦。鬼影冲冲冲，没有讲出来，信用税怎么没一代的？びっくりする。じゃあってそれはな。ジョンカニさんがミレイに夢中すぎて私なんかに気づいてないって。あ、ほんまにミレイちゃん来てないって言ってた。ほんまに言ってる？それいつやろいつの話やろ。でもな、あとは絶対行く、あとで絶対行く。 Hey girl hello 最近日文的日文蛮多讲日文。 Hey girl 谢谢你的生殖冠，谢谢你齐青詹青プレゼント、さやねん、まだ渡してないねん。あかんな、あかんわ、ほんまにあんねんで、ほんまにあんねんで。これそろそろ買ってないやろみたいな思われそう。絶対ほんまに買ってんねんけどな。はお、えいごー、谢谢你送我好多好多蓝色一元半、谢谢。悲しくて泣きそう。絶対言ってないやん。ハンドジャンサイド、谢谢ヘイゴー送我好多98个。一百个，谢谢你100个蓝色鹰眼棒，还有那些，すみません，ほんまに忘れ物多いよ最近。
怖いぐらい忘れちゃうよね。じゃがりこは渡したんやけどな、じゃがりこと一緒に渡そうって思った袋に入れてたはずが、なぜだろうね。没有带上左手无名之扇就好，那就自己买的啊，就昨天去三井嘛，然后很多 sale， 然后最低一折呢。谢谢恶魔送我枫叶，丫丫 pretty hello。おばあちゃん年取っても忘れ物多いもんね。しかし確かにね。ハロジンよ、チュンちゃん、谢谢你的看好你よ。谢谢你看好你よ。我在四分钟。結婚してください。どうした？どうしたの？いきなりアークエイ。アークエイ、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怎么了？饰品都很好看，项链也很好看，真的吗？我喜欢月亮。所以马友会相信戒指戴什么？戒指戴哪一只手指头代表什么感情状况的说法？没有哎，不知道哎。我只知道我之前啊戴，就是日本人嘛，就是日本人会，就是如果戴在左手的这一只的话，就是代表结婚。可是台湾人都会说男女左右。是吗？男女左右，然后我是故意戴在左右边的这只，然后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结婚了吗？”然后就说：“嘿，这是右手哎。”然后台湾人说：“台湾是说男女左右。”然后后来就不敢戴，就反正戴在其他的。世界共通，本当？金佑，谢谢你的玫瑰。我刚刚啊什么？不知道跑去哪里了，找不回来了。所以嘛，多的一张订单，是不是没付款就会取消了？什么？月子女神马友，酒窝 ，Hello， 月亮看不到，所以是改求职。但在小母只是反小人，男女左右，男女哎、欸，男左女右，哎、欸，男女左右。我一样，拜拜，我要关掉了，拜拜，拜拜，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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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了，天哪，真的只能一把，真的只能一把，没有啦。我就说错，觉得很尴尬，我就想要瞬间消失。没有啦，马友厕所不分什么啊？我很对呀，很对呀，谢谢我给那个人在进攻，说错了，说，我被那谁，我软碎。啊、我真的很想要去，就马上消失，很想要马上，もう消えたい，もうこの世界から今すぐに消えたい。啊，恥ずかしい。暑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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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う無理、暑い。バイバイじゃないから。暑い、ほんまに。あ、そういう時は行かないでって言っても行かんから。え、そういうね。男左女右，男左女右啦，男左女右，男左女右，是的，男左女右，啊啊，不行，实验证明中文的，顔が赤くなっちゃう、バレちゃったよ。男女暑いよ、暑い、本当暑い。好啦，我要粘白汗了，我学会了，我之后一定不会讲错，谢谢。好啦，我要粘喽，我要粘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今天的第十名是，哎。待って、なんか見えた。シェンシェンケイクス、何これ？これは何？
谢谢你送我，你送我什么？你送我什么？等一下，你刚刚送我什么？嗯。陪你看流星雨，谢谢你。好，那我要念排行咯。今天的第十名是阿别，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今天的第十名是阿别，谢谢阿别。然后今天的第九是吗？第九名是金佑，谢谢你。今天的第八名是大厨，谢谢你大厨。今天的第七名是露露，谢谢露露。今天的第六名是君杰，恶魔哥哥君杰。然后今天的第五名是恶魔，谢谢恶魔。今天的第四名是正在上课中的艾斯，谢谢艾斯。今天的第三名是黑哥，谢谢黑哥。今天的第二名是波加拉高山，谢谢波加拉高山。谢谢今天的第一名，也是 KX 超爱马耀的少人，谢谢你送我好可爱的礼物，耶、yeah, ，很开心哟。为什么在看我的直播的人变那么多，突然变多哎，笑死！我要吃土了。KX， 谢谢你，谢谢你哦。下次直播是周五中午。对，中午，下次直播是礼拜五的中午，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哦。哎，等一下，黑哥，谢谢你的 best wishes， 那我只能再开255秒了，我可以赢了，我赢这一次这一场比赛再关直播好了。谢谢大许，你送我枫叶，谢谢你，马耀情人节快乐，希望能起床看。对啊，你们要起床。谢谢你黑哥，谢谢你送我 best wishes， 谢谢黑哥，很开心。どんな気持ち？違うよ、だってみんながさ、せっかく送ってくれてるから、ここは閉じれないでしょう。でしょ？谢谢阿奎送我枫叶，谢谢你。大家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希望大家今天过得很开心。而且我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过这么特别的一天，嘿嘿，我爱你们哦，大家。那没有一起过七夕很幸福，对啊，一年一次耶，七夕情人节是一年一次，好开心哟，真的超开心的。这是什么比赛？先丢枫叶再说。谢谢达叔，达叔谢谢。然后今天开始卖了九月演唱会的票，我听到很多人已经买了我会表演的那一场的演唱会的票，我真的很开心，也超级超级超级期待那一天，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九月见哦，九月就可以见三次，至少三次，演唱会握手会。太开心了，今天跟马友过情人节很开心，马友大好き，小人谢谢 Kevin， 谢谢你送我枫叶来市场充实，对啊，啾啾啾啾啾啾，谢谢马友的开心，大叔才要谢谢你，谢谢有马友陪伴真好 Bobby， 14号剩31号剩50张哦，对，快来买快来买，赶快买赶快买，然后快要开始卖生写真的，八月份的真的我觉得很特别，我半年前就跟你们说了，我最喜欢八月的，所以你们要多买一点哦。买了就在 solo con， 没有也可以期待哦，会准备音乐的，好的，我真的很期待。还有97秒，快要比赛快要结束了，买了的八月一定要购买定买，真的吗？生血已经吃土了，怎么？今天马友很少穿的粉红色 T， 这是 One Piece 呢？知道吧？九月份的马友开心极了，
甜甜你好可爱哦，先写吗？买买买！八月的真的很特别，不是 AKB 的感觉，我觉得。耶、yeah, ！谢谢大家让我又赢比赛，这样我连续五次吗？赢了，开心。开心有吗？有 solo con 等待这一日 solo con 吗？也太，应该要等蛮久的。说比喻一特别吗？我是觉得比喻一还要有趣一点点。喻一以买爆很日本的麻油对吧？超日本的。麻油七夕情人节快乐，晚安，多休息。谢谢米娅追踪我，下次见哦。该不会不会不会，你这个变态，最近钱包有点哭哭，没事的没事的，我也会在官方 IG 多 po 一点照片给你们看的。那好险有魔法小卡，谢谢黑哥送我 Best Wishes， 真的很开心，谢谢你，加油，谢谢你，很开心哦，真的谢谢你们让我这一次又让我赢，谢谢黑哥，谢谢黑哥的帮忙，谢谢大家的帮忙，真的很开心。那大家晚安咯，早点休息，拜拜，拜拜大家，谢谢米娜，ありがとう，拜拜。